帅的。结果我们有鼓手，他就说他什么都想不到，他只觉得他很饿，他就说威灵顿牛排，本来还是威灵顿牛排，结果突然威灵顿牛排出现在底下，就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就突然很尴尬。结果又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又再度想起来我们要取团名这件事情，于是我们就又再问了一次，哎，我们团名到底要叫什么？结果我们很饿很饿的鼓手，他又再次说了威灵顿鸡汤，结果底下回应了，哎，可以，很好笑，结果就真的就是这个团名。其实经过很多次重组，所以原本主唱吉他就是，所以我们原本这一支吉他跟我们的贝斯，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原定团名的时候还不在，就后面一进来就看到那个诡异的名，就说这个名到底哪里来的，然后你就在这讲了一次这个故事，总之就是非常的奇妙。本来想说，哎，很帅，我们要很帅的名字哟。已经想到了，就是我上台要讲话，就欢呼的样子，然后结果出来威灵顿鸡汤。而且我们本来上面是写威灵顿炖，但其实我们是想要直接炖鸡汤的炖。好啊，我还要再介绍我们第一首歌，就是我们第一首歌，它有一个同名的电视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其实它跟那个电视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也不是什么同名主题曲，不是，它就是不一样的。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是台湾的，一个是陆剧。好了，那我要来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歌，孙子涵的《最美不过初相见》。
行那首《黄心田》，然后另外一支《新家乐》，一支，然后我们的鼓手林彦君，然后贝斯手赵一成，然后好，我是主唱许文心。好，接下来的一首歌呢，它的全名，我们如果练团的时候练的话有点长，所以我们都直接叫它小破虫。但它其实就是在讲，就是如果你对生活有一点累，然后觉得哦，我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，那就是这首歌就是刚刚怎么说，就是虽然这么累，但其实有很多人跟你一样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继续好好活下去，就是毕竟还活着嘛，对吧？好，下一首是主唱很难念的 Now Little Bird。
我在高中这两年就是真的学到很多，然后谢谢学妹，谢谢你们，很辛苦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就是差不多，谢谢大家听我这些废话，谢谢大家。